这个方案你们设计部周末加班改一下，甲方周一就要。李总，我们周末定好了 team building 去爬山，没空。我现在是运营部副总，工号09066，我现在正式。李总，公司规矩，周末属于个人。我让你们加班是为了项目进度，很显然跟我没有关系。也就说明我现在是在质疑你们的能力。我客观认为，你现在是以下属的身份在顶撞你的上司，这样对你们对公司虽然你不归我部门直接管辖，但是你没资格这么跟我说话。不要质疑我们运营户的能力，不要以为我们设计部有招生会，不为所以为，不行。